好了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 Project Hospital。那上次我玩完之后，在铺地板才发现忘记盖厕所了。好，现在就是有随便盖了一个，那现在呢，就是给它多盖一层，多盖一层，老是往上吧，往上盖了电梯。那然后多盖一层，复制地板不要，墙壁好啦，地板是可以啦，墙壁是不用。墙壁要吗？好啦，不要好了，而且地板也不要啊，干，好丑啊！好啦，随便。那今天呢，就再盖一个部门。好的，内科部的话，内科诊间、轮候间、电梯在这边嘛。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盖好了，这一次，就是轮候间大一点，分流站盖个小小的。边，哦，清洁的，好，洗手间，这是要盖大一点点。然后呢，休息室，这边好了。然后检查室。这边我这是盖多少啊？14，那就是7咯。这样两间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诊断室，诊断室也要多一点好了。然后检查室。也是两个，哎，等等，这个是盖太大了吧？检查室，好，7×7，这个值班等一下跟病房一起嘛，手术室做一个好了。然后心脏检查室，这边7×7，然后一般病房，就是7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边要单数的比较好算。这样，好，高依赖病房，好了，这次的策略就是不知道，地板我觉得全部给它用白色的好了，不然太麻烦了。但是就这样，然后盖墙壁。这边，哎呦，用了这个颜色其实还蛮难看的。撞颜色的感觉，你这个不用。
休息室也盖太大了。这个是不需要，又是分流站。盖一个墙壁在这边，直接画过来好了。再来呢，就是盖一个墙壁在这边好了。嗯，病房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哎、欸。好了，没关系啊。七好了，三四就够了。我这边墙壁不需要吗？好了，再来就是画区域，值班室。四乘以这边十二嘛，四乘以四刚刚好。物理站三乘以四，好了，这边应该都好了吧？再来就是盖东西了。哎呦，哦，吓死我了！盖门，先盖门。这些感觉都用大门呢、欸。好了，只有医师的房间不需要吗？这个检验的也不需要，这个就用普通白门，厕所用白门。白门，好了，那就是盖那边的东西了。我这边就是用这个。这个饮水机，这边要分流的。两个电脑，两个椅子。就比较好了，每个都有两格。再来厕所门，觉得呢，现在就是先把每个部门盖一盖，那之后这边的部门都盖好了，那我再去，就是优化那个环境啊。什么的，我觉得那种就是之后再做。不然其实你看到盖一个部门，其实很久啊。
飞机。冰箱。储物柜。一些椅子。洗手台。书柜。这样蛮宽敞的，应该还 OK。再来实验桌，仪器的架子，洗手台，哦，仪器，垃圾桶，分析仪。心机，显微镜，哟，都需要哎、欸，所以差一个哎、欸，在一个实验桌。原椅子比较方便，上次说过的。啊，又是这种麻烦的地方呢。有床就会麻烦一点了，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附加的，就是附加的也算了，就是他们有一定的空间需要。动一下我的键盘，好了，有点累，手有点酸了、啊。电脑，垃圾桶，洗手台，湿地的。差一个哎、欸，办公室的椅子要靠，我是坐四间呢、欸，我怎么只坐两间，像智障一样。还要病人的椅子啊，好，这样比较 OK 一点。印表机、电脑、哦，吊灯。按不到那个垃圾桶，三个
吗？仪器。是病人的椅子。然后医师的椅子。好了，终于完成一些些了。先吃个水果。之前看那个张学友的那个影片啊，他就说他觉得水果的不是水果，苹果的那个汁他觉得他的成分比较像是口水，他觉得吃水果对那个他唱歌就比较好一点。他说的啊，他也说他觉得而已，没有说是一定的。他最近我也是在吃苹果比较多。够吧，他们应该够走，就是那个路应该够走，够吧。我再来这个。真的好像用完这个会比较亮一点呢，为什么？有看到吗？它那个一直在变色，哎，神奇！对，你有看到地板对不对？我觉得做手术是比较麻烦一点。一直按不同的。好了，应该这个也 OK 了吧？啊，就是这种。电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它这个字算蛮小的，看着有时候蛮辛苦的。欸，这边也可以用灯哦。好啦，用几个好了，不用太多，那用几个，因为我觉得不需要用灯了。病房为什么要用灯？
会是什么啊？手术室吗？终于好了，用了小的，我要大的。要放一个桌子。好了好了，我快完成了。是太麻烦了，做这个。看又按不到了。哦，这个放这边。洗手台。柜子，视力检测到底用来干嘛？两个检查是吧？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装备柜要大的。三个方桌，删掉啊！其实刚刚两个就好了，隔壁可以搬过来。好了好了，终于好了，现在就来请员工早班先。手术跟麻醉都需要。最进阶没有手术哦，然后晚班晚班，麻醉进阶手术护理，哎呦，怎么都没有那个。检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生物化学，生物化学，医师进阶诊断，哎呦，又可以签约了，签。醉，心脏手术护理没有，检验给你。哦，临床手术护理有，太棒了。
手术学，还是没有内科手术学啊？进阶生物化学，进阶生物化学，心脏，心脏病学，有。临床护理没有那个。手术的护理师，分流站晚上不用了，晚上三个好了，白天要四个、五个。哇，这边都还没请人呢。有了有了，有内科手术学的了。好了吧，可以营运了。好了好了，终于，就先这样咯，开始。人早班了，是因为我犯过错吧，所以那个会扣趴数。审讯开始，是不是累个到现在？该不会宕机了吧？干那么辛苦，好，没事没事。哎呦，终于赚钱了，刚刚都是负的。暂时没有人。又倒下了，怎么看起来像我的员工啊？等一下，你在等的时候倒下啊？现在可以做什么？我怕按换部门，说不起来按到送给别的医院了，算了。外科五位患者了，
可以治疗27个人。很急救吗？比较好奇。又有倒下，为什么那么多倒下？今天怎么那么多事情发生？看看，转科，看有没有用。有急救到吗？看起来有哎。哪里？为什么昏迷了？原来这个倒下是真的死的意思吗？可以吧？63%，比昨天高一点点啦、啊。为什么有事件还没解锁？今天好多事情哦、喔。好了，今天先这边结束好了啦。该希望晚上不要再有事情了、喔。先到时候看，拜拜。